宝石到底是干嘛的？哎、欸，来了，我来刚刚有了，来一了！次一瞬间，他们射箭是超缓慢的、欸。哦，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，补位。哎、欸，跳水，哎、跳水，跳呦！水，你们跳水，你们跳水。哇，那个弓真的是很强哎、欸！啊，终于吃下去了。啊，火焰弓真的好好猛啊！对啊，火焰弓太猛了吧？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换个火焰弓啊？感觉有那个必要性。哇，挡箭这个超大。不要这样啊！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！啊，盾牌好重要啊！真的，我发现盾牌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。都是金。哇！啊，不行，我刚我被哦，原来那刚刚你死了，没有注意到。话说死掉有扣任何东西吗？有，会扣灵气啊，灵气扣30，其实蛮多的。我们有办法再提升我们的装备吗？没有，就最高就铁装。会不会这个游戏到最后就是弓箭战啊？根本没有近战这样。哇靠！哎、欸，影月那个太变态的啦。你说那个弓吗？对啊，火焰弓，你就算举盾还是会燃烧。没有，你在水里面就可以了，在水里面就是一点点。我要来买弓了啦，这个太扯了。霸凌鱼哎、欸！耶，打打打，是。慢走，好，可以。好好好，都死了。声音波，声音波。来，我们现在就固守中间。有吃的吗？你们有要带什么食物或资源吗？有要吃的。好，我们带现在在守着中间。因为不，有没有吃的？光光。有。哎、欸，插进旁边，插进旁边。谁要？谁要？我丢地上。你丢。一个人吸就回去了。我带食物过去。我有17块牛排。看一下他接位置，他又换下去了。你们灵气现在有几个？一个。我没有，我刚来。Jerry 有吗？有。那要不要带回去啊？欸、你丢给我，我带回去。走。我带，然后你守在这里。好。我等下再拿一两。再给你。好，都给我，然后我带。给了。好，OK。买新牛排一半，地上。你们三个先守那哦，然后你们需要什么跟我讲，okay，我回去补货。哦，哎、欸，来了，他们来。好，你们撑住啊！哎、欸，再一波，帮我挡。好，走，我要走。哦，对。啊，这没有无限哦！哎呀，没有啊，就是没无限啊。哦。所以才会卖箭矢卖那么多啊！可恶，那我刚刚没买箭矢。你需要箭矢是吧？那我带箭矢过去好了。好。哎、欸，有人去我们家，有人去我们家。巧克力啊！啊，有人来我们家吗？白色、左侧、右侧，右侧。面对城堡右啊，不是。你面对的右侧嘛，哈。我刚刚面对城堡的右侧，你现在出去看就看到了。我回来了。我这边有38支箭矢，好，谁要？团团有火焰弓吗？有，我有。那我给你，感谢。金苹果，从高处跌落。好、哦，还没跳成功。箭矢金苹果，所以是被我射下来的。哦，好，所以鞘翅目前还没有人拿到。嗯，啊，可恶，好想去跑跑酷哦。没有，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他们都在的话，可是他们都在啊！没了，死两个，快！我来了！来！中间转一下。繁星，你有盾吗？哎呦 ，no。啊，没箭矢了。我买一些箭矢带过去。快点射一下哈，射一下汪汪。陨月在你的后面哦。我现在没血，我要试一下。好，我送灵气回去。嗯，好，那我换班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好，交班。交班 ，switch。哎呀，这个好难跳啊！想要跳那个跳不起来。你说那个吗？对。我靠，他那个也太痛了吧！两箭就死了。对啊，哇，我没有那个要求哦，我要被吸啊！我要死了。我来了、啊，我来了，等一下，撑住！哎呀，死了！哇哇塞，他的火焰弓很强啊！
我也有火焰弓啊，怕你、啊。你要在水里面，如果真的要长，要在水里面。啊，可我刚刚在水里面还是一样死。Nice 哦，还有人吗？巧克力看到了。盾牌好贵哦，要八颗中什么石的？中烟之石啊。啊，那个嘞，灵魂宝石，那个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用？我们那个被敲掉的情况下。哦，了解。哦，喂。我还草船借箭呢，我还吸巧克力射过来的箭。哦哟，草船借箭！哎呀，中了，被射到，被射到啊！泡水，泡水。哎、欸，怎么了吗？为什么这个水跳不进去？出 bug 喽！这里有隐形方块、欸，什么鬼？哪边啊？你哪边啊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个进不去啊。那那边是放那个了吗？屏障，他放到屏障了吧？右侧两只哦，小黑跟他们都在右侧，他们右侧。刚刚小心。他记得没有火焰，他记得没有火焰可以打。小心，小心。中，yes。哦，我回阿肯，真要回的书啊！哎、欸，汪汪汪汪啊！刚好你旁边汪汪，有巧克力回来了，巧克力回来了，巧克力回来了，要退啊，退啊，退了！哦，云燕，云燕，砍我砍一半，云燕，没事。我盾，我盾，我盾，我盾。哎、欸，耶，我残血了，灵气，谁有灵气丢给我、那个？我回去，那个灰，那个插机在后面。他就跟巧克力在后面哦。啊！刚刚护送你，护送你，你先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我残血，我残血。你赶快走，赶快走，护送你，护送你。好，你走了，拜。好。慢走不送。感谢。啊、谢谢。要不要我的位置不好。感谢九口舌头虚定。我刚刚走错边了，你走错边。对啊。我也要回去了，我有十二个灵气，我扭。快扭，快扭，快扭回来！只是现在中间是他们的了，对，因为他们刚攻过来。没关系，算了。开门，进门。真的是水的，像这边水下不去。不然以前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印象，没注意耶，没注意，真的，因为那边不常会那个，所以就没有注意到。欸、他就在跳，他就在跳了。嗯，感觉要哎、欸，有人上去了，有人进我们家了，有人进我们家想敲掉，对对，一个红色的，哦、我看到了，他想敲巧克力，他是怎么进去的、啊？他怎么跳进去的、啊？所以现在才可以用跑酷跳进去，是不是？嗯，哎、欸，我们的那个被敲掉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他们的，他们我在敲 ，nice，、嗯、好好好。所以现在也是可以用跑酷跑速的方式进去，这样应该吧？死了，草船借箭哦，吸他们的箭哦。他死了，箭矢是很贵的，赶快吸箭哦。我在中间，我在撑，汪汪在射我，有谁在吗？我不在啊，我们都在家里。等一下，我来。那我过去。汪汪在靠近我。不行，我身上还有宝石。我死了。但好贵哦。所以他刚刚怎么进来的、啊？他刚刚就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，要么中介珍珠啊，中介珍珠、啊、应该是中介珍珠了。教主安安，大家安安，总算一年了。安安，感谢续订。那个 ，Jerry， 你是要买东西吗？我要买核心吗、啊？那这个给你。不是假的，假的好想你。然后我去战斗。QQ， 我继续加班儿。感谢 Joker 续订。哎呦，痛哦！我带八个回来了。来来来，你还不能放，我来护送你吗？东西给你，东西给你。哎、欸，眼睛没了。嗯，为什么他们灵气一直在减少？就是要补啊，要补才会有灵气。现在是外露了。嗯，现在是破坏就外露了。那哦，所以你在买是不是？我要换了。好好好，你等下再补。
等你等你。好来了、哦，看到了。下面有什么、啊？就是它下面有一个通道，好像是有之前说有个任务什么的。你捡完之后退哦。好，退七个。魔术师，我就拿一个啊，中介珍珠、哦。原来如此。剑神的心。哎、欸，我们的灵气已经没有在侧漏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了，灵气没侧漏了。哎、欸，谁把弓丢在这里啊？我啦，我啦，我啦，我刚不小心买，刚不小心 shift 了。哦，那我也捡走。哇，来了！嘿咻，嘿咻，嘿咻！他那个矿车到底是干嘛的？可以坐，就是旁边有矿车可以搭，你可以坐车，对，游览这个整个园区这样。哦，那我坐坐看。说不定可以直接到对方家、哦，没有到这样子啦。冲哦！会直接到前对方家前面、啊、那我就去对方家前面看看。中间还有，这就我跟云飞。可以射。好， okay, 有我在射，我在射。我到中间来。搭矿车出游了。你真的搭？搞不懂。你等下到他们面前，射我！射我！哇！我看，根本就是活标靶、啊。对啊，他们都在家里面吗？你确定？他们在家外面，他们在家外面，他们要准备过来，他们要过来，他们过来了，他们过来了。四个人都在吗？确定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扭。矿车有个屁用啊！根本就是活靶。跟你讲了啊，没有用啊。他们要准备过来了。哎、欸，小，哎、欸、小，我退，我退，我退。嗯、好，加油加油！有人他们灵气还在漏哎、欸，对他们没有修，然后他们现在站到中间喽。好，呜，有四个也加紧给一下。哦呦哦呦，不要射我不要射我！有人缺剑吗？哎、欸，不缺。核心魔术，坦克核心，稿子就只有十稿，都不用再升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应该不用了吧？我刚刚看是没有。好好好，我再去换一个中介珍珠去挖。我也想说我要来去换一下。他们的灵气快要撤漏光了。是要我借我哦，四个，那给你，给你玩，给你，那给你玩。哦，好，玩看。我想办法偷渡一下。嗯，很痛。多的给我，多的给我。OK， 你就贴在墙的最右边，慢慢走过去，他们看不到你。嗯。因为他那边就是有个山、欸、小山丘，小山丘旁边有个那个路可以走。那这里在中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这里给你。好、哦，然后这个弓，哎、欸，有的话你你也可以拿。哦、我要走了。哎、欸、小，最边边哦、嗯。他们现在是靠右还靠左啊？哎、欸，中间帮忙看一下。小黑在左，哈基在跳，哈基在中间。好，那你就贴右边吧。他们都在中，他们都在中间，他们都在中间，他们都在中间。我贴右，我贴右。哈基在中间。这个游戏的地图最外围有屏障，有。哦，好。我想说没有的话很危险，没有就神作了、欸。对啊，莫名其妙就被打下去。哇！有，他应该没看到你哦，哈基跟雨月没看到你。我骗他，骗他，要支开他。刚刚就是你们中间有人支开，我才有办法请过去的。诶，他们灵气也停止侧漏了。有啊，碰好，应该小哥。我刚都没看到巧克力，应该巧克力在中间，在家里吗、嗯欸？他们好像有人在家里耶，你就等一下，你就等一下，我去帮你支开他们。嗯、哦，一个回去了。对、嗯、对了，我现在蹲着，我现在蹲着。好，蹲着应该不会有 ID 哈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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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现在躲起来，我现在躲起来了。巧克力在家里换东西。轩辕剑也不知道可以干嘛。就打人痛吧。对啊。可是不知道怎么换啊！对呀、哦，我背包有十件，感谢提醒。现在家里两有一颗中介珍珠了，他们两个人在家，嗯，支援。哎、欸，他们都在家，跑回家哦。他们都在家，啊、他们说：“哎、欸，中间赶快捡东西回去啊！”你们赶快捡，你们赶快捡。没有没有，中间还有一个哈基啊，我就一个人。哦，好，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有一个去右边了。哎、欸，团团好像是不是看到你了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是蹲好好的、欸。哎、欸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不知道是谁。对啊，不知道他好像想入侵哦、喔，他好像想入侵哦、喔。
哎，应该是他想要去入侵我们家。对，好，有支开，有支开，巧克力在我这，巧克力在我这。现在家里有汪汪跟那个不知道隐月吧？隐月，隐月。对，他该不会是上来要来找我吧？没那样吧，啊死了。好，你中间那个可以拿走了，可以带回来了。好，吃三个了。先回去。我们继续支。巧克力往地下走了，巧克力在下面，在底下。天哪，这到底我到底要蹲多久？雨月，你快走啦，烦哦！雨月在二楼啊。汪汪来了，我跟你一起丢进去啊，两个人。没关系，你先在中间，我先看一下。真的吗？我想办法。有，雨月下去，雨月下去了。我看看他，他刚可能是上来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人。他可能想说你怎么不在吧？对，因为你不在很久了。欸，很怕，超怕。硬的啊。我在那个中介箱里面已经有存够，再换一个就是核心被挖掉的。哇，是哦。对，所以如果他们来挖是不怕的。中介箱是他们的哦。好。一个人，你们赶快去集灵气。他们家里两个人，家里两个人，不要走直的，斜着走。巧克力在中间，巧克力中间。嗯。他们家里剩下陨月的样子。好，我下想尝试下去挖。有，我看到巧克力跟我。巧克力往回走了。巧克力在。哎，中间三个，中间三个，你挖挖挖，走啊！中间三个。哈基，哈基，哈基，跟着我。我还吸，我还吸，我还吸。哎，快快哦！趁现在趁。